自动阶段前十五秒钟，看我们的机器人。我们现在我们的红队有一台机器人越过我们的基准线，我们的蓝队，我们的两台机器人越过我们的基准线。手动阶段2分15秒，看一下红队的7009，场上计时啊，一个能量快掉了，很可惜啊。蓝队的7149，往我们的高天平上面放置我们的能量块，啊，高度刚刚好，很稳健，成功。我们队的沃尔往高天平上面放置了一个能量块，哦，袜子嘎嘎响。蓝队的5831，好不容易扳制到一个能量块，可惜没有放上去，很遗憾啊，重新捡。红队的6766，很快的速度往能量站出口输送到一个能量块。蓝队的6386，要往高电瓶上放置到一个能量块。红队的5522，挂置到了我们的高天瓶上面，刚刚犯规了。再看一下蓝队的5831。往交换站出口放置了一个能量块，第二个能量块。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62-139，比赛剩最后的42秒钟。现在我们场上的天平，我们一边有两个能量块，一边有一个。目前我们蓝方这边优势明显，往能量块天平的能量块放了三个，红队的6766也搬置了一个能量块往高天平上放，但是目前还是在往南方两方发生。比赛时间剩最后的15秒，机器人该往上升到我们的赛德上去了。红队的6766和我们蓝队的6386分别走好了最佳的一个位置，往上去爬。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恭喜我们的蓝队，我们蓝队以287-211取得。